一条龙绳，两垄炭火，烽火流星，舞出三晋风采。中国人得了精气神儿，才得了他的真传。中华绳王，技惊四座，花绳翻飞，跳出别样人生。不光是我们在运动中得到乐趣，还给我们生命当中带来很多的温暖层面的东西。悬丝傀儡，流传千年，方寸舞台，演绎世间百态。他不用看，他就知道这一把线哪一根做什么样的动作。生于远古，长于云上，羌族萨朗记述古老羌寨文明。知为行之始，行为之之成。非常传奇年度盛典强势来袭。